Hello，可以听见我说话吗？可以，没问题。啊，谢谢。现在可以看到我屏幕吗？嗯，可以。可以的哈，OK。我们再等几分钟哈。现在是我看一下。我们再等5到10分钟吗？好像那个没什么人似的，现在。嗯，不确定教会里面是不是都在教会里面。
那我们再等3分钟，11点05开始。可以吧？等3分钟吧。好的，嗯。我在开车回家，从教会回来的路上。哦，你在开车，也、我想很多好像都是在开车哈，或者对啊，一些留在教会。否则的话，除非你记住这个 ID 号码，否则的话，你 iPhone 里面也不一定能上去。对。我觉得差不多了，可以开始差不多了。的话，行，那我们就那个进来的人，OK，有人那个，好，那我们就做一个很简短的祷告，好了，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查那个主日学。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让我们能在星期日的早晨聚在一起，能够查考海德堡要义问答。通过每一个细节的问题，让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神要启示我们的真理。我们也把以下的时间交在神的手中，求神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无论是讲的还是听的，都让神亲自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领会神想让我们知道的真理。我们以上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之名。好，我那个现在你可以看到我的 screen 哈，我先弄那个presenting mode。OK，好，今天呢我们讲两个问题哈，120到121个问题，主要是讲主导文的第一句，我们在天上的父。上一节呢，我们讲了为什么我们要祷告。那我们祷告呢，是因为我们的心灵、我们的灵魂要跟神交流，我们要把我们的所需的一切要告诉神，把我们的赞美、把我们的感恩要告诉神。同时呢，我们也要把神属天的智慧和属天的真理呢，能够启示给我们。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祷告。那祷告最重要的这个祷告文呢，就是我们的主导文。这个我们每星期呢都要这个祷告哈。那主导文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那今天呢，我们就用两个问题呢来解答为什么我们要以我们在天上的父开头。这个其实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哈，我其实祷告呢也是说 OK 以天上的父开始，但是从来没想过为什么我们要以在天上的父开始我们的祷告，为什么这个这么重要。那希望今天这两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看完今天这两个问题以后呢，我们可以有一个认识哈。好，第一个问题，为何基督吩咐我们称上帝为我们的父？这个主导文我们知道是耶稣是吩咐我们要这样祷告哈，从我们在天上的父开始。那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称上帝为我们的父？那在我们看这个答案之前呢，我们先想一下哈，我们自己先想，就是说，如果我们说我们的父，这个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父母哈。当你说我们的父的时候，你能想象出来是什么？我想，我们的父，确认我们的父，这个呢，实际上是确定了我们的身份，确定了我们从何而来。我不知道，我们可能每一个人都有这种经历哈。小的时候，在你成年之前呢，你在填表格的时候，你最先要填的是你的父亲、母亲、你的父母，然后才填你的这个姓名还有这个出生年月日。所以说呢，父母呢实际上是界定了你的身份。我在想，如果一个小孩在填表的时候，他没有父母，不知道父母是谁。那我想这个一定是被遗弃的孤儿，因为他不知道他从何而来。所以父母呢，所以我们的父界定了我们的身份。第二呢，我们的父呢确定了我们的归属，他确定了我们家在什么地方，我们最终要回到的地方。第三呢，他确定了我们爱的源头。实际上，我们都有父母，我们现在也都做父母。实际上就是说，父母的爱呢，是最接近于上帝的爱，因为他是，最无私的。所以，当我们有父母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确定，当我们这个需要爱，或者爱的源头是来自于哪，是这种无私的爱。最后一个呢，就是当我们说我们的父时候呢，他实际上这个确定了他是唯一性，就是在一个如果在一个人群里头，你知道有你的父亲，那你想跟他交流的时候，如果你说父亲、爸爸或者我的父亲，没有人会疑惑你在跟谁说话，这是唯一的。朋友你可以有很多 ，uncle 有很多，但是父亲只有一个。好，那我们看一下，下面我们看一下答案哈。答案是在我们祷告一开始，基督就提醒我们祷告的根基。那这个地方呢，我把红的画下来哈，这是他这个，就是我把这个答案的重点那个点哈，我用红的把它画出来了。基督就提醒我们祷告的根基，我们对上帝要有小孩子一般的敬畏和信靠，即上帝因基督已成为我们的父，我们借着真信心向他所祈求的，他比我们肉身的父母更不会拒绝我们。好，这个地方呢，一个是根基，就是我们的父是我们祷告的根基。这个后面我们还要提一下，
为什么我们的父是我们祷告的根基。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对上帝要有小孩子般的敬畏和信靠。那你当然，当你认识到我们的上帝是我们的父的时候，我们的上帝是那个全能的唯一的真神的时候，你自然会有敬畏和信靠。那在这个地方呢，后面因基督成为我们的父，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哈，我们一出生呢，我们是属于这个世界的，我们是在撒旦的权柄之下，就像保罗说的，我们是罪的奴仆。但是呢，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成为了神的儿女，成为了义的儿女。这是身份的转变，从罪的奴仆属世界的变成属神的儿女。这是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也因着我们的信心和因着我们的信，使我们的身份变成了神的儿女。所以呢，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直接称我们的上帝为父，因为我们的身份已经变成了神的儿女。那我们祷告的时候呢，他这边还有一点，我们要借着真信心向他所祈求的。这个我们后面也要讲点真信心，就是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因着我们的信呢，已经成为了儿女，但是我们要在真信心中向神祈求，向神祷告，神呢一定会垂听，并且不会拒绝我们，比我们肉身的父母更不会拒绝。这是整个这个答案哈，就是这回答，我把那个点大概说一下。那下面我们看一下圣经哈，就圣好，马太福音第七章九到十一节，他说：“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而给他石头呢？求鱼，反而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更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保罗，保罗书第八章32节，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就这个爱是最大的爱，他既然能够把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那还有什么不能为我们舍，不能给我们呢？那这个也可以看到，就是说神是我们爱的源头，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对神有100%完全的信靠，因为他完完全全的爱我们。好，路加福音第十一章11-13，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而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更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好，那这个地方呢，我们都知道，我们人都是罪人，就是罪人做父亲的都把最好的给儿女，更何况舍神呢？而且神呢，就是说为我们众人的罪舍了他的儿子，而且呢，神将圣灵呢给了求他的人。我们知道圣灵，这个圣子圣父是三位一体之不同的格位哈。下面罗马书第8章14-17节，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称呼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
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同他一同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那这个地方呢，就是说借着基督的救赎，我们借着我们的信，我们都成为了神的儿子，我们都成为了神，在和基督一样哈，都是变成了神的后嗣，神的这个上帝的后嗣。我们必将与上帝一同得荣耀，这确定了我们作为神儿女的身份。好，加拉太书，你们因着信，在耶稣基督里做了神的儿子。好，哥林多后书6章18节，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所以在整个这个新约圣经里头哈，在很多的章节里头，非常确认，因着我们信基督，神做了我们的父，我们做了他的儿女。好，这也就是说，这个。回到了我们这个问题哈，基督提醒我们祷告的根基，为什么我们以我们的父开始是我们祷告的根基？因为我们已经成了神的儿女，所以呢，当我们跟神在对话的时候，我们是跟我们的天父在对话，这个就是一个唯一性，就是你在跟我们那个创造的唯一的真神，现在是我们父的那个神在对话，在沟通。好，121问，为什么在这里加上天上的父？刚才呢，我们讲为什么我们祷告要以我们的父开头啊？那这个地方更进一步，为什么在这里要加上天上的父？好，那我们看一下天上的父。对我们意味着什么？那刚才我们因为很多都是后来的哈，刚才呢我们讲我们的父对我们来说是意味着什么？因为界定了我们的身份，界定了我们的家，界定了我们爱的源头和界定了这个唯一性，关系的唯一性。那天父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第一，这个父呢，我们这个父呢是全知全能，创造宇宙万物的。唯一真神。第二，他是圣洁、公义、慈爱的，他是无所不在，不受时空限制，没有具象。因为我们这个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远远大于我们所能够想象的。好，因为这是天上的父，所以我们只能用灵魂与神沟通，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和祷告。那关于这个呢，我没，因为这个以赛亚书哈，如果你读一下以赛亚书40章12到30，因为很长哈，我没写下来。还有罗马书，第11章33到36，诗篇，整个诗篇139篇的1到24节。讲的是我们这个神的全能、全知和唯一真神，就是这些经文呢，如果你看一下，概括了基本上我们说的就是这个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所有的特性。好，那我们看一下答案哈，这个答案。为什么要在这里加上天上的父呢？为了是叫我们对于上帝属天的威荣不存属世之想，并且使我们期望从他的全能获得身体和灵魂所需要的一切。
那也是一样哈，就是这个答案里头我 highlight 的就是红色的是几点哈？第一，我们这个负呢是属天的，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我们天赋的所有的特性，不存属事之想，因为我们常常哈，我们人呢，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物质世界，我们常常呢用我们在这个世界的眼见。耳听和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呢，来想象神的事情，来界定神的事情。这个最明显的例子呢，就是在出埃及记，就是我们在查考出埃及记哈，在出埃及记当中呢，就是23节造金牛犊那个呢，这个是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用属地的这个对神的理解。来想象，来界定我们这个天上的父。所以呢，当我们说在天上的父的时候呢，我们要明白，我们这个上帝是那个创造宇宙万物的无所不能的唯一的那个真神，而不是我们在世界上所理解的那个神。并且呢，他是全能的，我们从他不但要得到身体的需求，还有灵魂的需要。那关于这个，不存属事之想哈，我想把那个就是金牛犊那个例子再说一下哈，因为在这个每个因为每个查经班都在学哈，你们可能都记得，就是当摩西到山上40天以后，以色列人突然找不到，不知道摩西的这个下落，就一下变得很恐慌，然后呢，他们就说想。他们是知道耶和华是救他们出埃及的神，那他们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就造一个金牛犊。那造一个金牛犊呢，在出埃及记32章第4节的时候呢，我给念一下哈。亚伦从他们手中接过来，铸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带你出埃及的神。”所以他这是带你出埃及神，所以他把。以色列，他把耶和华那个全能的以色列的神，把他想象成了埃及地的那个神，那个金牛犊。那紧接着在32章第5节的时候呢，亚伦就说，亚伦看见就在金牛犊面前筑坛，且宣称说，明日向耶和华守节。就是这个时候呢，他们。用地上的认知，用在埃及地对神的认知呢，来把这个金牛犊当成了耶和华，所以最后结果你们都知道，这是对神的侮辱，这是极大的罪哈。那最后是3000人都被击杀。所以呢，我们实际上，我在这个准备这个讲道的时候，我在想，实际上很多时候呢，我们也常常的用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或者对我们有限的认知，来界定神在天上的事情。这个是，但是我们却认为我们是知道，我们是掌握了这个真理，掌握了天上的事情。但实际上，我们只是用世上的认知来界定天上的事情。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觉得祷告的时候，一个重要的问题，不光是向神祈求。还有就是交托你的一切，还有要让神呢把属天的智慧和属天的真理能够启示给我们，让我们真正明白天上的事情，而不是仅仅呢就是说，知道地上的事情。好，这个是经文哈，我们看一下，耶利米书第23章。耶和华说：“我岂为近处的神呢？不也为远处的神吗？”耶和华说：“人岂能在隐秘藏身处，使我看不见呢？”耶和华说：“我岂不充满天地吗？”这个就回到我们一开始，就是我们对天父，天父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没有时间限制，所以我们不能用一个具象来描述我们的这个创造宇宙天物的天地的神，《使徒行传》17章，创造宇宙，
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在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界定和所住的疆界。所以你看这个就是说创造宇宙，我们的这个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界定了所有生命气息万物，所有一切都在他的神的掌管当中。这个地方呢，诗篇139节，整个这个诗篇哈，这个你可以看一下，他把就是我们上述阐述的这个神的全能呢，其实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概述，就太长了，自己回去可以看一下。马太福音第六章30-34节，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服侍，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要的这一切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行了。那这一点呢，这里头我们有 highlight 的哈，就是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其他的东西物质东西最后神都会要加给你们。好，下面保罗书第八章，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将来的事，高处的，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你看一下，那从这一章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神是大过一切的神，是万神之神，万王之王。那我们的这个神，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使我们因着信成为了他的儿女。所以我们在今天在祷告的时候，当我们向这个唯一真神祷告的时候，我们说天上的父，以天上的父开头，这个就是直接的对应了我们想要祷告的这个神，因为我们已经成为他的儿女，他已经成为我们的父。好，因为就两节哈，这节课呢就两个问题，也比较短。那大概呢总结一下呢，就是为什么我们所有祷告都要以天上的父开始，因为这是我们祷告的根基。这个根基呢，这个前面我们一直在阐述哈，就是说第一，因着救赎我们成了神的儿女，神成了我们的父。所以当我们祷告以我们在天上的父开始的时候，我们这个沟通的渠道是唯一性的，是我们神的儿女和我们的父建立了这个沟通的这个管道。就像你电话，你打给人打电话，你要拨这个人的 particular 这个人的电话号码，哎，所以这个天上的父，以天上的父开头是祷告的根基。好，第二，借着真信心的祷告，我们能获得身体和灵魂所需要的一切。这个真信心实际上在这个海德堡这个要义问答的时候不断的出现。这个真信心呢，我觉得是一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词哈，就是说我们要借着真信心与基督合而为一。就是说我们的救赎是建立在信心上，是建立在信上，但这个信呢要有真信心。所以呢，当我们借着真信心在耶稣基督里头，在基督里头祷告的时候，那么我们的神就会聆听，会把
我们身体和灵魂所需要的一切，我们获得灵魂身体和灵魂所需要的一切。那这个地方呢，不光是身体所需要的，这个世界所需要的，还有我们灵魂所需要的，神都会给我们。所以这个是总结哈，基本上就是这样。那这个呢，在我整个在准备这个时候呢，这是我问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呢，不需要有答案。我想这个是每一个人问自己的问题。我们是否有真信心？因为我觉得真信心呢，是在整个这个海德堡里头是一个不断出现的一个词，真信心。这个也是我们得救的确据。那我们是否有真信心？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平时祷告更多的是感谢赞美，还是我们所求是身体的需要？这个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物质的需要，还是灵魂所需要的一切？这个没有，就是不是在这儿讨论的问题，是我们每个人要问自己的问题。没了，你们还有谁有过什么问题？因为很短哈，就两个问。然后这两问呢，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以我们在天上的父开始？希望呢，就讲完这以后呢，我把这个讲清楚了。有问题吗？或者有补充的？或者牧师长老有补充的？没有，那没有的话，那就哪个牧师再做一个结束祷告，那我们就结束了今天的这个主日学。我看看哈，哪个牧师在？阿强在吗？就是我听你。哦，王长老 ，OK， 王长老 ，OK。好，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啊！我们应当要用什么样子的态度跟你祷告？我们也谢谢你啊！借着今天的主日学，再次提醒我们，常常有一个感恩的心，常常有一个赞美的心。主啊，你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啊！你所带给我们的福分，远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主，虽然我们有需要。主，但是我们知道你都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我们就求你继续的引领啊，继续的赐福给这个主日学，也谢谢周叔今天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一切。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Amen。 阿们。谢谢。啊，谢谢周叔。谢谢。谢谢。谢谢。再见 ，Have a good weekend。好，再见，拜。再见，再见，拜。